近日，在成都春熙路 IFS 附近，有一处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围观，特别对于广大车友们，更是一场豪华的视觉盛宴。那就是凯迪拉克2017年最新款旗舰豪华轿车 CT6 正在举行水下展览，其亮眼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防水性能好。CT6 不愧是当年出演过电影《美人鱼》的家伙，而此次凯迪拉克举办方之所以强调 CT6 的防水性，似乎也正是为了迎合广大消费者的需求。随着全国各地气温的升高，汽车因不慎掉入水中而导致一家人遇难的新闻频频被报道，广大消费者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竟有如此防水级别的汽车，难免不动心。其实消费者更想买的也正是这种能给自己和家人更有安全保障的车型，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与商家的宣传目的达到了高度的契合。目前这辆凯迪拉克 CT6 官方售价在43.99万至81.88万，相信对于成都的中高端群体来说，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其二，车型亮点，星爆式自适应非直射型 LED 大灯，根据环境主动调整光型与照明方向，加上个性化定制的12.3英寸全彩数字仪表盘，以及 Bose Panoray 豪华音响系统，包括多达34颗扬声器，还有手工甄选的 Alpas 真皮，带按摩加热功能的前后排可调节座椅，通通这些真正做到了以质感诠释美式豪华的理念。除此之外，可变排量 3.0TT V6 双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配上 2.0T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更是诠释了以澎湃纵直前瞻动力的真正含义。而这辆车使用了11种复合材料打造的轻量化车身，如此高品质的防水车，即使是小编也不免动心啊！介绍了这么多，究竟这辆车最终能否成为真正的美人鱼，这就需要广大的消费者来评定了。